Patrick 啦。你要學我哋個。李一呢？去咗邊啊？又潛咗水啊？我 WhatsApp 咗佢噶啦，但係雙飛停啊。冇人聽喎。嚇？咁點算啊？相信大家做 project 的时候一定遇到 freerider 的情况，如果遇到这个这样的情况，你又会怎样呢？我们这组没了任何一个人都不行的。我知道你很做得事的，只是忙而已，是吗？其实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的。对不住咯，都是我不啱，没说得要做什么，搞到你这么吃。其实以上的选择都是令自己的心舒服一点，很难改变 freerider， 你通常都会选第六个选择，就是自己死死地去做埋佢。如果你是一个 group leader， 又不想自己一人做晒的话，那不如大家一起做埋佢啦。喂，快啲倾埋佢啦，倾埋佢啦。